欢迎各位观看视频，这里是印度游戏挑战，今天的游戏是飞镖射球，每个人三次机会。美女已经射中了一个了，看看是什么奖，奖品是两升的食用油。接下来是二号飞镖射球，每个人三次机会，一次失败，两次失败，三次失败。这里的游戏不管输赢都会有奖品，一包面粉。接下来是三号，让我们看看美女能射中几个呢？美女还有两次机会，这个游戏呢赢的概率比较低，但是输赢都有奖品。这里我们看到了美女已经射中了一个，还剩最后一个，她是否能射中呢？很遗憾，她没有射中，看看他能领到什么奖品吧。一桶两升的食用油，今天让大家久等了，一直粉丝人催我发作品，因为今天比较忙没来得及更新，请大家见谅。